超强肌肉感乍现，竟是救命大关键。每次健检的时候，不是说套餐吗？加个甲状腺哦，就一加。就结节。高雄一路要感觉到台北，我就突然间有感觉，等一下可能会有事情会发生。突然间呢，发生车祸。本来是要开胆囊啊，他就开进去就觉得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后来发现他有水卵巢癌。那这个第六感救人一命，救人一命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淑女家务事。